波波星球，记得订阅波波星球泡泡哥哥的频道哦。小熊的勇气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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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徜徉在神秘的森林。小熊波比开始他的勇气之旅，徜徉在神秘的森林。小熊波比开始他的勇气之旅，伴随着智者狐狸的词汇，他迈开了那第一步。伴随着智者狐狸的聪慧，他迈开了那第一步。和谐路跳跃在生命的乐章，湍流中的美妙让波比迎刃而解。和谐路跳跃在生命的乐章，湍流中的美妙让波比迎刃而解。欢笑送出的旋律，雷声成了大自然的乐章。欢笑送出的旋律，雷声成了大自然的乐章。陪伴吐入温柔的旋律，拥抱孤独的心灵。陪伴吐入温柔的旋律，拥抱孤独的心灵。智慧这老鼠的琴声低，每片树叶都是一首诗。智慧这老鼠的琴声低，每片树叶都是一首诗。力量狮子的吼叫，如同山川间回荡的歌声。力量狮子的吼叫，如同山川间回荡的歌声。波比在每个音符中找到了他的勇敢之心啦啦。波比在每个音符中找到了他的勇敢之心啦啦。森林中的乐章传变成我传奇，星光闪烁光芒才会了夜空。森林中的乐章传变成为传奇，星光闪烁光芒才会了夜空。勇敢之心如音符一般，为这片神秘的森林带来了璀璨的荣光。勇敢之心如音符一般。嗨，我是泡泡哥哥。在过去的15年教导超过10000名孩子儿童律动的经验，更让我深刻的了解到父母们的需求及如何透过律动带领孩子跳出黄金发展关键期。在上百位爸爸妈妈敲碗之下，创作这一堂幼儿儿童感官统合泡泡哥哥律动课，带你开心跳出发展关键期。在这一堂线上课程中，除了律动还有肢体发展相关课程之外，我也会手把手示范在家就可以和孩子进行的感觉统合小游戏哦。现在下单输入 POPO 可以享有优惠，帮助孩子掌握发展关键期。想要泡泡哥哥到你的学校拍摄舞蹈影片吗？赶快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at 小老鼠 BOBOPOPO 小老鼠 BOBOPOPO， 加入官方 LINE at 留言你的学校，留言数最